在大理古城的北边有一座宝藏小镇喜洲，我觉得它是比大理古城双廊还挖色更值得去的地方。你可以租一辆敞篷开到喜洲去。这是一座活着的古镇，我喜欢这种质感，小街道，很生活，很市井的一个古镇，非常漂亮。这里的老房子是能真正看到年代感的。古镇里呢有很多花花草草，有很多白族的深宅大院，整个古镇的标志性建筑转角楼你可千万不要错过。哇，这个太美了，这个是多少钱来着？七十。古镇里呢有很多卖扎染的小店，价格都非常的合理，而且还可以搞价。对，老板人价格很实惠，这样的小包老板要价25，我给了20块钱拿下。这古镇我太喜欢了，它是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旁边有库房。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个特别好的餐馆。吃饭的话，我强烈推荐大家来这个老院子里的，价格非常的合理。坐这个。肉梅排骨、炒饵块、酸辣鱼，这三道菜我花了不到150块。喜洲是我在大理的整个旅行中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我强烈推荐大家多来待几天。